岁万万岁，红日平心万岁，红日出京，如今再回来，寡人放心不下，经过日日走来，父王听心意用的走啊，将着将功臣的功劳簿进上来再出了。我人将这个功劳簿关记明白，你功劳者也就是苏彦文嘛，这是呢，苏英雄为国勤劳，父王啊，可以将着伊的罪过给赦免，同时给加封重赏。我人左右定夺占体，来了。安尼，苏彦文及众位英雄上殿，您阿祖。请，罪臣苏彦文见告我皇万岁万万岁。苏贤卿平心万万岁，苏金顿、不敢这位，苏金顿您的座。我人观看你功劳事迹，良心大喜，将三年充军罪过赦免，替皇帝为做兵部左侍郎太子萧师，下旨龙吟，客边罗汉替乞家财，官人替皇为做威武大将军，我下旨夜霸主雷通在，封为护国大将军，下旨龙吟呀。玉小宝、廖子文、毕生莲封为四品应星，郝生莲再封啊。下旨下旨。金小亮为做九门提督，李霸五城兵马司。再团聚为国家管区的医师，封为中心侯。明道士引领入中灵塔，文武百官春秋二节，官阔二十一家官，每月领俸五百两银。娘子啊，客造我主，臣有本即造。哦，安卿有何？半个月前历史失落，现在国府州官调查无消息。毕神既见苏兵部为得以钦差数次摧毁历史，未知我主主见如何？安卿因何言闻呢？因为苏彦文熟悉三教九流，可得情报，要找这个历史比较容易啊。赵将有礼，苏贤卿现在官人有旨，令你为做白衣钦差，树立上峰宝剑一口，虎头金面一颗，先斩后奏，出京找回历史旧事，臣愿领旨，且慢，后官人功劳事赦免了后，出京谕旨，有多明君，总我卿，有事再奏。拜家到光禄寺，官人二家素颜就是啊。
亲啊，母亲，哈，你是谁？不孝子严文啊，哈，我是严文。哎呦，我儿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，为何这般遭罪呢？母亲，日子不好，飘零江湖，放下母亲在家乡受苦两年，无人奉侍，不好做亲，母亲下罪。哎呦，起来起来，文啊，你离开这个故乡两年是去倒位呢？我犯罪发配到辽东将军，后来遭灭着庄林这三千年的盗贼，大破金光塔，解救东宫殿下，平我主万岁，释放无罪，又特封我为做兵部左侍郎、太子少师。哈，你做官是？是啦。为何那会无穿官服呢？母亲，我奉旨为做白衣钦差，带着尚方宝剑，出京在咧走找历史啊！哎呦，我一个乖囝，我一个敖囝哩！老先生嘛，老先生嘛，好，参见伯伯。这个是什么人？母亲，这就是我在杭州所定亲的家后算过了。这位就是我的救星，好、哦，安尼哦，哎呦，很师傅，哎呦，姑爷，请去，请去，哈、啊，多谢老先，哎呦，我真福气，老先真福气，假使那是，我老的在家，一定会真欢喜呀、啊。哎，老先嘛，呀，老亲家是去倒位吼？哎，看破风尘。讲要去深山受苦行啦！哈、啊，哦，我老亲家要深山受苦行，就是要去做仙就对啦！哈、啊，自阎浑八岁时阵就离开了，如今身断阴虚啊！那这代志无需要提水，那大家查查你呗！哦，啊，多谢老亲，多谢伯伯。好、啊，这边去，这边去。关秀贤，师兄看在心呐、啊。五天机，魔剑对天劫。今日接到安心上的批信，现在使严文为官回转云南分州了，带着这只一怪星星，再度攻击到伊这个使严文，也是何家再讲伊归消。伊伫着我只怪星星，也若无咧，已经惭愧在着这个刁天子了。现在金马传这边，众武林来哟、哦，敌进云南分州啊！的所在，实在那看到老秦的罪人啊，令人甘心。
会使你阁参像古平武共一款呢。朱彦文离开这个故乡，经过两年，伊家己一个人哦，也呢自己生活，也未感觉讲是安怎伊艰苦，实在是真正当代一名伊这个女闲人呢。是啦，看到宝宝这款勇敢，我宣告得到无上的鼓励。好咯，小妹啊，你都爱对恁宝宝真好呢。我知影。入去，入去给皇叔。在了。一点吃大几工啊，都马上。你要跟我们未使来走出皇帝的历史咯。哎呦，是啥玩意啊？那些臭屁味啊，那到底啥？你是到底啥咧？是好的啊？啊，大概老青有饲猪，还猪伫咧好的款。哎呀今日来替你，哎呦，我叫你们叫，你跟我，哎，一路相逢难回避，哼，你真歹运，常常去拄着我，到今日非你死，便我亡，该好，你这吹落嘴。琴你是够厉害，搁哪里才知？杀起来！Oh,
滚啦滚，滚到金杯酸溜口，伊呀嘿都真正趣味。天哦哦，要落雨，阿公阿爷低头要滚哦。酸溜糕，伊呀嘿都真正滋味。阿公阿妈煮咸，阿妈咪煮正，两个小怕拢化定，伊呀嘿都拢动起动枪，啊啊啊！阿公阿妈煮咸，阿妈咪煮正。阿妈要煮饼，两个小怕拢化定，伊呀嘿都拢动起动枪，哇啊啊！一三对。谢莲花女王解救一阵，唔免谢谢，星星已经死在着我的胭脂单了。我特别来去游山玩水，过时了。用上，不用啊，该人啊。天乌乌，要落雨，阿公阿爷低头要滚乌。严文啊，这个现在龟霄河嘛杀掉了。龟霄，你三番两次当着怪星星来扰乱着这个山东城，如今又来扰乱着我的家庭，该当何罪？哼，你那条要杀便杀，有何不明？我来请问你，到底黄天机走到什么地方呢？黄天机，别问了。你有影唔讲啊？你若唔讲哦，我这个琴弦都要给我平落去啊！即马平落到地哦，脑浆喷出，要你都登去登山避道干。莫琴，假使我若是将黄天机这段代志讲予你了解，你是唔是可以放我回生呢？会使哩，你若讲讲哩，我帮你去，绝对无代志就对了。现在黄天机已经躲进庙国，哈、哦？你怎样知影黄天机走到西庙宫呢？因为前日西庙有来一名当天定公仙，这个人甲黄天机真熟悉。当天定公仙说，伊就是奉庙王命令，特别到京都陶吉寺钟情听说呀、啊。哦，安尼好。君子态度，放他多生嘛。不错，同理。这放一去，唔多以后过来找我，嘿，我都麻烦了咧。老前辈，我相信伊是君子的态度，伊也是一个人类啦。
绝不敢因将修补接到。好了，听苏贤人你这里讲，去吧。有机会再来报答苏彦文你这个恩情，请。母亲受惊了。哦，你这个老三阿龙伯出来倒卡手，而是走边的路位。嘿，怪老祖你都唔知影，我咧保护阮老亲，唔教阮小妹咧，开下偷一段，嚯啊，真个咧差不多100多盒，将我这个偷衣金叫我用脚挑一个，就迄个念刀鬼翻三连，转来走，通人招手。哦，你是咧大声听？你讲我连滚头，哈、啊？嘿，你真唔知呀？最近我呢哦，甲阮袂使学外侪，你敢知呀？高滚、火滚、风吹咱胖车轮。啊，姑爷，你咧讲话计是够明白，晓啦晓啦，老先啊，不足不足。彦文呐，有受伤无？母亲，今日安全无事了。母亲，业主想得要离开这个所在。前进寺庙，一来找寻到国家失落的历史，二来画出国藩黄天基，三就是找寻到我的父亲啦。哈，今日你等了无几天，又得要离开了。是啦，母亲，对国家尽忠，对母亲总不能尽孝，希望母亲下次。严文伟，占大几日才离开未知吗？玄哥，你伫咧讲什么？你昂西为国家勤劳，伫未到目的地找回历史，你做对人的骄傲，应当都该鼓励才对。何故来淹乱着伊的忠心呢？啊，伯伯，下罪，我失言了。安尼好，彦文在，赶紧打扮行李包裹，好出发咯。是，准备来。那实在看到老太太这么紧张哦，实在我这个过路子我那真该感心的。彦哥，帅哥，少年人。呀，红西等下无外久就要离开，这也是难怪讲伊依依难舍。做老岁人实在大替伊非常的悲伤呢。来了。哎，亚文啊，啊我跟你来去哦，求兄，你唔通随我在武林道上奔波。希望你回转西湖，管顾着这间客店嘛。无啊，迄当我无趣味啊喏。哦，我安尼甲你做伙哦，加学偌济哩。讲勤俭节俭，哼，我想啊，脑筋加真好就对了。要若像梅西你安尼对国家伫咧效劳啊，安尼才有一个人生才有意义。嘿，所以我乐意甲你斗阵就对。哇、哦，多谢救星。呀，梅西，我想要甲你讲呢。我以前哦交陪一个朋友伫咧江西，姓黑叫做黑琴啦。哇、哦，这个人哦真会讲迄个苗族的话。你即马得要入这个寺庙，需要这个黑琴帮助，伊来做咱的导游。安尼，咱才袂去行唔着路，坐落去啊，才有一个通译。哦，这是真好的提供。母亲啊，严文。今日特别过世了，希望母亲保重一体，家中情谊。宣公，在，你好好奉祠着我母亲吗？车主将令，奉上青龙启程。唔免送，送君千里将死一别，世上无不散之缘。
我会倒转来。孙惊，知了，母亲，爷们啊，保重身体哦，再见。阿娘啊，再见再见啦，小妹。真远咯，好、哦，帅哥，方才我甲你责备真唔对，你的宝宝来拒绝着恁夫妻的真爱。宝宝，你唔免难过，你的教训这是真对啦。无论怎样，我就是尊重宝宝。你的意思啊，我这个乖媳妇你要好等严文的家音再聊